是这里吗，杨哥？那里。哦，视频上没看到过吗？看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我们从十三妹家出来，现在来到了丫头姐姐家，她的新造那个叫什么？新屋入伙。新屋入伙。新厨房。新厨房。小六哥他们也在这里。吃西瓜。开火了，这灶啊。哎呀。丫头哥，你买这个灶多少钱？1600。不愿意。这个关掉。好热呀！看这边修得好好，用那个竹篱笆围起来了。哦，这是啥？这是鹅是吗？天鹅。两只天鹅。啊哦。嗨。他醉了，那两。嗨。他会啄人吗？你别打草间。啊。那不啄了。那刚刚他们一直摸都没事。喝酒了是吗？喝酒了。你知道他想说什么吗？你个癞蛤蟆，别想吃我的肉。那我是癞蛤蟆。他已经晕晕的了。癞蛤蟆进来。癞蛤蟆。跳跳，我是癞蛤蟆。哇，那个弓都蹲下去了。你看这个弓的，这个母的，看到你流水了，看到没有？你是鹅还是鸭？哎，小六，他这里怎么像个指甲一样的嘴巴？本来那鸡鸭、那个鸭，还有那鹅都是这样子。他搞这样子。夏天的感觉，就是吃西瓜。这时候看着很甜啊。大姐大，杀了他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哎呀，这个大姐来了。等着你回来呢。那没有粥没？还没有粥不？今天杀了两只大鹅，做好了，然后这边已经起锅烧油，已经起油烧锅了。我今天才开锅哎，你今天开锅啊？对啊，就等你们来开锅的。你看，我还用那个天鹅油来开锅，用天鹅油开的锅是要黄一点啊。肯定必须的。哇，天鹅油哎。灯还没关啊。暗没？本本还灯没？我这边不点，不用挨了，这蛮暗的，暗中还点了。姐，你切的是那个腌酸肉吗？对。学到了。等你们过来，有很好的海鲜吗？没事，当我来秋子姐家看到这个灶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后悔死了。早知道买一个这样的灶得了，还气那个灶。但是那个灶大家都知道啊，气了两次。第一次气了之后太高不上火，又敲掉又请人气。然后差不多前前后后花了3000多块钱料啊工钱。这个的话，秋子姐说淘宝上买的就花了1000多是吧？1600。而且是带那个轱辘的，它是哪里需要可以推到哪里。还有蒜，味道很重哎，很香。青香姐那里。青香姐那里的，对，他们家的蒜啊红薯真的很好吃。是真的，他们家红薯真的好吃。他去年给我寄的粉粉的。对呀，饮食稳定就好啊。这个保鲜的。美美啊，美老周美的。又老周。哇，这两只鹅在这个铁锅里面炖了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了，还在炖。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闻着真的好香，这是我第一次吃鹅，吃鹅肉。你们能吃辣吗？能。那我就多摆一点。哇，这个辣椒看起来好有食欲。我跟你说，这辣椒真的好香，是今年腌制的剁辣椒。就怕不辣。这个还没腌好啊，腌好了，走过。哇，这个水有点恐怖啊，这个发辣。来，剁椒鱼头，每只辣，每只辣。对，剁椒鱼头，这个真的是湘菜代表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剁椒鱼头，这个香味俱全。嗯。7分钟了。蒸8分钟，快计时，快计时。看，现在菜马上要准备完毕了，好多好多好吃的呀！上面的那个是鹅肉，3大盘鹅肉，然后这边是辣椒炒腌酸肉，还有鸡汤，鸡炖高丽参汤，然后这里有我们最爱吃的酸豆角，
里还有腌酸鱼，现在还在炒。锅里面还有剁椒鱼头，好丰盛啊！开出来真好看哦。对，这是我们湖南的特色菜，剁椒好不好吃啊？肯定好吃。现在开始上菜了，秋子姐说今天摆三桌。鱼头来了。还没淋油呢，刚刚我都拿过来一次了。啊？再拿回去？够了，再来。再来，拿回去。算了。看，我们马上就要开餐喽。然后这是丫头姐拿过来他们家酿的甜酒。你别喝，你喝，等一下。有那后劲很大的。懒得背你。你看丫头哥，你相信我，这个甜酒还是喝不醉我的。我给你拿个东西给你装。别呀、啊！今天我们的新厨房入伙了。闻着很甜，但是喝下去有点辣，煤气罐都来了，有点甜，就这三个味道。这高啊，快吃！是绝对的高危产品啊，大家不要乱碰。Hello， 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吃饭喽！别动肉啊，这里有别动肉、啊。放在那里了，两个来，我还带着我们来。